亚巴父神，主啊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圣灵，孩子真知道说这是你圣灵的工作，主啊，这是你圣灵的季节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是那以色列主要回归到你应许之地的季节，主啊，是全地要复兴的季节，主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透过孩子，主啊，将那复兴的浪潮，主啊，复兴的讯息，主啊，你的自己的教诲，哈利路亚，以色列的讯息在这地里面，要透过你自己。让孩子能够在这里面主要传讲出来，主要为你自己的孩子来向上感恩，主要他是你荣耀的子民，主要他要带着荣耀主要往前去，他要带着荣耀在各地里面成为你的光，成为你的眼位来做见证。我赞美你，主要让孩子在这里面成为你祝福的导管，学习孩子在这边祝福，应允你自己的祷告在这里面，应允他们的祈求，主哈利路亚，主谢谢你。全体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，感谢主。其实我要分享说，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们在跟叶牧师有一次的接触是什么？就是我在台湾，叶牧师在耶路撒冷，我们两个通电话，我听到一句话，就说叶牧师说：“我从喜安为你祝福。”你知道那种兴奋，就是说你跟以色列的距离以前是非常非常遥远。你很难想象说，你还没有去过以色列的时候，你很难想象以色列是到底在地图哪一个地方。但是如果听到耶牧师在耶路撒冷打电话来给你，其中每一位，你知道那电话多么宝贵？不是说那个电话费很宝贵啊，是那个从锡安来的祝福，那个宝贵。你接的时候，你心跳会加速，是，你就加速，你就说原来那个耶路撒冷是离你那么近。所以我带着那个感动，第一次踩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知道去到哭墙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是最神圣的地方。我就在想一件事，我一直脑一直在想，就是在这最神圣的地方，在这最神圣的半小时里面，我到底要跟谁为他祝福？我要像耶牧师一样，我要为谁祝福？那第一个一定是想到我的母亲。感谢主，我的母亲刚好跟我的师母刚好在教会，她就打电话来。我想着他们就从台湾打电话，我那时候正在哭墙，正在哭墙，我就那这样讲，我就很把握那个时间，我知道电话费也很贵，把握那时间就为了祷告。那我第二通的电话我要打出去，我要想说我有个机会要打给谁，这么多人到底我亲朋好友们到底要打给谁，我就选择是带我信主的我属灵的母亲，也是带叶牧师信主的一个我们的老师，国中老师，我选择打电话给他，他好兴奋，因为他知道说他的孩子今天站在耶路撒冷里面为他祷告。打完这两通电话之后，其实他感动就放在心里面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再打下去了。那电话费回去的时候就，就那妈妈跟你讲话是讲不听的，老师跟你讲不听，把他感动感动感动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说，请耶稣化身。我就知道说，哇，我就说，当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有很多很多祷告的时候，所以我就领受了一个这样的计划，这样的一个计划。在我第二次回路上的时候，我就在哭墙，我跟秀英姐，跟她一个姐妹在哭墙待了三个小时，就是一一的为我的手机祷告名单，一一为她祷告。我说我现在哭墙，我从喜来为你来祝福，为你来祝福，而且是完全免费的，因为我在那边先录音了，到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的时候，就一一 send 出去，他就在台湾里面就收到我在哭墙的祷告。他们这些收到祷告的人，绝大部分在下一次的时候就来到以色列，就是这样子很高，就是你在那一个传递很高的，所以我就是领受一个这样的计划，让我们每一个。自己的负担跟恩膏就是要这样子传递出去，阿门。对呀，所以以后叶牧师去回耶路撒冷了，他只有一个工作，除了分享讯息之外，就是要为万民来祷告。对，所以你们所有电话、亲朋好友的，全部都要留下来，然后交给叶牧师。以前都是塞在哭墙里，对不对？以前都是把名单塞在哭墙里，你知道我塞什么？我带一个档案夹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带档案夹，朋友都笑我说：“你带档案夹塞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就感动，塞在档案夹里面。我去哭墙第一次站我面前，前面就个石缝会有个开，我就把整个档案夹。别人都是塞纸条，我是放档案夹，交给你，大家有产品、我的公司、我的意向，还有亲朋好友托我的。
要鼓励所有的人，就说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，就说神怎么样带领我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恩膏赏赐在每一个人身上。就说你们一个叫吹号角，要因为很大的负担是什么呢？就是穆斯林每天五次放这样的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文，我们要每天七天吹号角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你要把那个所有的这样子黑暗势力全部推开，阿门，阿门。所以信主祷告殿呢，他们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为以色列祷告之外，就每一个人都要一支号角。每一个都是那种基甸的刀，大卫的刀，就是以色列祷告金兵的刀，阿门。阿门。拿你的号角就震动他们。阿门。阿门。如果以色列先下次温顶再带那个编导会的，一吹号角，他们不用你不用讲什么，他知道你是为以色列共同站立的。阿门。阿门。感谢主。所以我稍微分享一下说，这个 Acts 7。7就是要战胜666的，就是要让我们在一个得命的得救方舟里面。好，我们下一张，看他说，那个方舟在现代时代里面是要一个大使命方舟。以前是只有挪亚一家要得救，现在是神国的全家要得救。阿门。呼召我们的意向就是外邦人人数满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阿门。是全地的家都要得救。阿门。谢主。我从一个科技公司，我想刚刚牧师有稍微介绍一下，我从一个古王的公司，然后被呼召出来神罗公司。我非常的知道说，神要使用每一个人的恩赐，每一个人的恩赐，你在各方面的样恩赐来服侍神。阿门。阿门。就是要各样的分赐，你就是要来服侍神，神就要大大使用你。之前只有用10%，受过精兵训练之后变成100%。阿门。阿门。圣灵是要变10倍100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好，神就是在我过去10年里面做这些产品，那讲服侍众教会。那我想，这个产品之后，我一直在跟神祷告。过去10年，那我接下来的10年，我想说要更多的领受，感谢主。好，我是觉得说，其实我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许，就是说，我自己是客家人，客家口音很重啊。那我第一个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，那神应允我，我说最放心的家就是我的家人，我说一个个受洗，求神怜悯，神说这样时间太慢了，4个人一起，所以要把这个祝福要领给你们。阿门。全家一起，一起像修姐家一样，是一起去。尖兵们呢是全家去以色列。一起在约旦河受洗。对呀，但是全家手牵手在。夜幕是站中间，我们全家受洗的力量。阿门阿门，感谢主。哇，他做一个工作，要在约旦河受洗。阿门阿门，感谢主。好，所以说。那我自己是说神呼召我，真的说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在那边领受一个这样的计划，就是在哭墙的时候领受一个这样的计划，我就跟神祷告，你要给我个记号，我怎么知道这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还是来自神还是来自撒旦。神就在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就在以色列那万国祷告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彩虹。哇，好美。这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要回来的时候，耶稣是带我去万国祷告院看那个彩虹。我自己深知道神就是透过彩虹跟挪亚立约，我也是神透过彩虹跟我立约，我这非常知道。那所以我接下来回来之后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那常常是凌晨2点3点，神就把我叫起来写这规格书，因为我是工程师，因为他知道工程师一定要把所有规格写下，一条一条写下，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那神赐给我同工，然后第二次带我去，然后给我应许，我说你可以游过约旦河。我从来不知道，有没有人知道说约旦河受洗完可以游过去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那耶牧师那时候就带着我们游过约旦河，所以有两个应许，我知道说神就是要使用这个计划，将复兴带来全地。阿门。阿门。对呀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计划呢，在耶路撒冷领受。其他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说，像这些亮光都是祷告殿祷告者带来的亮光。你看，就我这一个示意图，就是说这些亮光要照亮所有黑暗的地方。阿门。
以前是你人到，夜幕师到哪里，亮光到哪里，对不对？但大家亮点很少，以后是你们的祷告到哪里，你们的祷告到哪里，你们的祷告连到哪里，不管你的家人现在是在美国在哪里，像温迪这样在这边，他就为他们的同工祷告祷告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他知道说他是与他们在一起，以后就是你们祷告的亮光在哪里，就全地都要亮起来，阿门，对呀，就是神的荣光要照在这里面，不但你自己变成一个亮光，你传过的讯号的地方成为亮光，对方也能够这个亮光，在这个计划里面，所以我称它是一个大使命的计划。好，谢谢。看见与改变，我真的要分享，就是说，其实我跟神求讲说，我们常常求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都要先知的恩赐。牧师跟我们讲说，你去以色列有几个？一个就是一个先知的恩赐，一个突破的恩赐，一个是勇者的恩赐。对我来讲，非常的激励。我也跟神求讲说，主啊，你给我一个先知的恩赐。神说，好，我今天要把先知恩赐赐给每一个人，赐给每一个人。我说，这太棒了。神赐给什么样恩赐呢？神让你能看见未来。我说，这个真的吗？每个人都可以看见未来吗？他说，是的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未来。你们看见的家人，他未来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一百年之后的结局只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进入神的国度，一种就是进入撒旦的国度。我去犹太的时候也看到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若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，他其实只有两种结局。其实我们都看到了。我有一个清晨里面神跟我讲说，你看见这个能力是你每个都有的，你每一个人都看见，问题是你要有一个更重要的能力是什么？你要能够改变它。阿们。神就说他要赐给我一个改变的力量。你去到以色列，你就看到非常非常犹太的长兄，但是他是不认识主的，那能够做什么？你能够做的事情是要改变他的能力。那如何改变他？就是我要呼召更多人去，阿们，阿们，甚至就更是就说我要为他们祷告。所以我这个计划里面有一部分是说，我要呼召十个人来为一个犹太人来祷告。你要透过你的祷告，你要改变他，神就要你改变的力量。这是你最重要的力量。你看见未来不是你最重要，这是你想要的力量。但是你看见他十年、一百年之后，他这只有两个结局。你要的力量是要改变他，阿门，阿门，是要改变他。所以我们今天去到以色列里面，我们不是要看见他们的未来，而我们是要改变他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神就说我要将这样能力要赐给你，就是透过这一个这样子的祷告的连结，要改变他们，阿门。谢谢主。所以这个祷告网呢，其实它就是做一个很美的连结，它在你家里面做很美的连结，它把你的家人都圈在一起。我们都很难过的那些浪子在外面流浪很久很久，我知道，我想每个家庭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浪子在外面流浪。你怎么样让他你的关心、你的爱，能够一天、一个月、一年让他知道，让他知道你的爱他。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浪子的。你的牧者如何能够透过祷告连接他，一直为我们传递给他们？还有我们弟兄跟弟兄之间、姐妹跟姐妹，常常有一些阻断的墙。我真的很难去跟我们弟兄道歉悔改的时候，但是我可以透过祷告里面，在我灵里面，透过圣灵帮助我，去跟我们弟兄认错，去跟我们的牧者认错，而且让他听见。我常常在我同工面前让他们认错悔改，他们真的能够原谅软弱的我，一个软弱的我。这就是说，这是真是一个，你看这些手的连接，真的是很棒，很美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神就是要这样把我们所有人都要圈在一起。所以 GB 祷告营的祷告会训练的会，每个人都要每个每天都为彼此祷告。阿门。所以你今天不管在哪里，你都是圈在一起的。阿门。对呀，现在就好，我就知道说，神就说，我就问神说，好，那这件事情怎么开始，怎么做？很大很难哦，全地要点亮亮光。神就跟我讲说，你就要感动一个人，感动谁呢？感动夜牧师。其实我知道，神告诉我每一个人都说，其实我们不看那又难又难的事情，神要感动每个人。他只问我一件事情：你是否愿意？森本是否愿意？好，怡君是否愿意？秀英姐是否愿意？他只问你一件事，你是否愿意像秀英姐这样站出来，能够为以色列站立，能够召聚一群人，能够带领一群人去以色列。他以前不知道，
神只问他愿不愿意，菩萨阿丹就回说他愿意，所以神呼召他们来一起跟你们一起来修行。当初神也呼召夜牧师，他愿不愿意？夜牧师绝对不会知道说他今天二十年后站在这里面是很缺人、淡一点。但是我想当初神呼召他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愿意。神也一样，就是这样一个愿意的人，他改变你的家，你这个家改变一个教会，改变一个城市，改变一个国家。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所以你们要成为你们家主的导管。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要成为教会主的导管。成为这城市祝福的导管，这国家祝福的导管，成为以色列祝福的导管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刚刚牧师稍微有 demo 一下，就说我这里面的城市，这是第一版出版，就说他可以把你所有的祷告名单，你所有看你的亲朋好友多少，他可能是100位，可能是1000位，对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帮他祷告。好，你也看看有说谁为你祷告的。别人的传言祷告你可以听得到，那还有谁有需要你为他祷告的，还有说谁的祷告是应许的，在这城市里面就很容易你会听到，我祷告应许了，我的癌症得医治了，就一传就把过去1000位帮他祷告的人都收到，你就很兴奋了，很兴奋。你们祷告那个犹太人他信主了，哈利路亚，这就跳起来，地就大震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你就看到以色列要复国，感谢主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录，就跟我们跟牧师刚刚一样，他在随时随地他就安静下来，圣灵就包围他。我可以看见图像，就是未来的祷告者都是这样，你的祷告机，你的圣灵一遮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圣灵就保佑保守你，你就开始祷告，你就开始祷告，圣灵就与你同工。这是这个圣灵的工作，不是科技的工作。科技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神要把科技为神所用，这是神明的工作。你的祷告，你就可以开始录音，你就可以开始传出去所有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接着。而且你听完祷告之后，你说我也要为他祷告，你就回应他。他因为夜牧师帮你祷告完之后，所有他为1000个祷，1000个回给他，他只按一个按键，都听到重水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交换在牧师身上，你知道他那边会。多么得力这样子，兴奋，非常知道，所以这1000个人都是与共同站立，嗯，对啊。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讲说，我祷告已经得应许了，你可以跟他讲说，啊，我祷告已经得应许，或者说你可以跟他说，你代祷事项，你就会回应，你听完祷告之后，你就会回应，感谢主。啊，这是我下一版本的功能，就是说之前版本都是文字化，因为我在做一测试版。那未来的话，就是说你有你的祷告得救的名单，你有个人的资料，你可以随时祷告录音。你也可以聆听祝福，你也可以传递代祷事项，哈利路亚！你也可以就说在这个里面就可以很容易的操作。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7月7号的时候，我希望把这个版本HTC 的版本先把它完成，让每一个人一手拿着号角，一手拿着祷告，你就是一个个人的祷告殿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你两个人手举起来，就筑起了一座祷告的塔。三个人，你在这边，你看这火会有多旺。以后就每个人在这边就是万民祷告的殿。阿们，神成就那万民的祷告殿就要在这里。阿们，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万民祷告殿，就是在这里。阿们，你出去的时候带着号角，神让你苏醒，你是一个勇士，你要祷告的地方，你再把亮光全面点燃起来。感谢主，阿门，路亚，这个祷告网，这个大使命祷告网，就是要通过祷告将万民都连接起来。你会发现到牧师去中国之后，兴起更多更多，在美国，在中国，我们绝对不是孤单的。你是那耶和华的大军，军队彼此连接的时候，你要那个亮光就充满整个殿里，就带来全地的复兴，带来以色列的复兴。哈利路亚！天主啊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多神的工作，哈利路亚！谢谢主的祝福。
姐妹来为他祷告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你们陪着我们祷告的神，啊，是的，谢谢你建立祷告的殿在我们身上，使用我们成为每一个都是祷告的人。当我们开口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哦，主啊，所有的事情都要来成就。继续使用它，让它震动我们现在在场的每一个人。